按照境外舆论的创新啊，那中央在昨天特别提到说要在日渐来尽快速的举行两岸方式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了很久很久，就希望中央一进来就赶快要快速的举行。那中央昨天也在思考这个方向，我觉得这个方向早就要有了。哪些国家在这一段时间确实进到国内，能够满意的程度比较高，那跟应该就很多调整，然后很清楚的告诉说这些国家回来的，那就必须要采取更严格的防控方式。你这一境外永远是一个疫情的一个，才不会造成在境内的防控，会让我们的全民的生活受到干扰。口罩戴上都增加一天，你打了针剂，戴那个口罩都增加一天，所以戴口罩绝对不安全。虽然中央还有一些放宽的规定，但是原则上希望大家口罩戴得紧，随时没有办法保护自己，这样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全力的防范，只要大家全力对战。我相信我们仍然在前几次大家已经有这样的经验，再加上现在已经打满两剂了，大概五十个人已经打了20到30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我们只要把疫苗赶快第三剂打，那第一剂第二剂第三剂没有打的到先赶快来打，把自己的保护力提升，然而落实防疫现在那个工作，然后直接一切嘛，赶快把它打。